原神宣布与 UFO Table 长期合作正式启动。冒险 RPG 新作 Memento Mori 确定10月18日上市。死亡爱丽丝繁中版宣布11月10日结束营运，将推出专属结局。Training Goddess 是一款结合俯瞰弹幕以及 Roguelite 玩法的手机游戏。我们将跟着剑骑女神姬子进入各种危机四伏的地下城冒险。战斗时角色会自动攻击，我们只需要专心躲避敌人的攻击即可。通过各个关卡后会随机掉落神器，可以增加攻击力等属性或是增加经验的获取。关卡中也会出现一些特殊事件，根据我们的选择有可能会出现隐藏的精英怪房间，当然也有可能是陷阱哦。挑战完关卡 BOSS 后还能够选择一件神器保留到下次战斗。Training Goddess 游戏画风可爱，音乐也相当动感，但敌人的攻击可是非常凶悍，更是会同时出现远距离和近距离的攻击组合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咯。 Squid Drifter 是一款操作简单却颇具挑战性的小品手机游戏，操作方式只有左右两个键，我们要透过左右转移角度的方式来控制这只可爱的像素小鱿鱼。若撞到墙壁就要从头开始，操作手感上有点类似赛车游戏的甩尾漂移。游戏中每个地图都分成5个不同的速度模式，一样的地图当速度加快后，就会更考验我们的瞬间反应能力以及操作控制能力。游戏玩法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可是需要花点时间才能上手，一关重复好几十次绝对是家常便饭，要不断的调整来找到最佳的通关路线。到 Squid Drifter 里带着这只小鱿鱼打发你的零碎时间吧。 Starry 心动旋律是一款只要一台手机或平板就能够玩的体感音乐游戏，只要设定好桌子的高度，再把手机的角度调整好，位置站好，我们就能够照着指定位置挥动双手，跟着音乐摆动身体。游戏有2种玩法，只要双手达到定点的 catch， 玩起来判定相当宽松，随意摆动都能够 pass 过关，律动也比较少，适合给单纯想活络筋骨的玩家。另外一种玩法是需要大幅挥动双手摆动身体的 slash， 玩起来相当考验反应力和身体律动感，还要移动位置来接 combo， 比起 catch 模式， slash 模式相当累人，适合给想认真运动、喜欢舞动身体的玩家哦。游戏结束后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以及消耗的卡路里，获得的星星碎片能够拿来解锁新的曲包，玩得越多歌曲越多。游戏中收录了不少好听的歌曲，还有音游经典歌曲、世界热门歌曲等厉害的曲目，连 Ado 的 Gila Gila 都有收录哦。这么方便就能够动动身体的游戏，这一次不要再被惰性打败，一起来舞动身体吧。 Dice Versa 是由讲解游戏机制的 YouTube 频道 GMTK 所举办的 Game Jam 2022获得第一名的游戏作品。每回合开始时，我们将获得好几个骰子，这些骰子有着各自的颜色和数字，我们的目标是将手中全部的骰子放到眼前这个4×4的盘面上，但在摆放时必须遵守2点规则，相邻的数字必须相等，或是相邻的颜色必须相同，若不符合这2点规则就无法放置了。当放上去成功连成直线时，系统就会将整排消除并换算得分。随着放上去的骰子越多，游戏每轮将会增加更多需要放上去的数量，可以来挑战看看你能不能成功摆完哦。结合塔防和竞标元素的4人对战手机游戏 Defense Derby， 我们要在9宫格大的城堡上打倒一波一波来袭的魔物，成为最后幸存的堡主。游戏非常讲求心理战，在每一波敌人来袭之前都要和其他3位玩家一起竞标随机出现的英雄。一开始我们只有20枚筹码，要付出多少枚才能够赢过其他玩家取得想要的角色，或是要付出多少才能够成为出价第二的玩家拿到更多的筹码奖励，都是必须要好好想过一番的。计算英雄的价值是游戏内非常重要的一环，根本是在锻炼市场交易能力啊。我们可以将同属性的英雄排好，凑成直线、横线、斜线，会增加同属性英雄的能力值。
好好运用手中的筹码去扰乱敌人，增强自己的战力吧。史诗冲刺 Epic Rush 是一款战略 RPG 手机游戏，我们将担任指挥官，招募不同种族的英雄与士兵，运用策略安排军队抵抗怪物势力。每轮能够上场的兵力人数有限制，可以长按角色看到攻击范围，再根据敌人的等级与站位推移角色到适当的位置进攻。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特性，像是善于防御的人类、顽强生存的不死生物等等。另外，相同等级的同角色还可以合并来提升等级。大量招募士兵虽然能够快速强化自己的队伍，但要注意每次所花费的金币也会越高。该怎么样组建队伍，发挥角色各自的长处，就是玩家们要思考的重点啦。想要体验脚不落地在空中飞翔连斩的动作游戏，就来试试这款 Scourgebringer。游戏中，我们要化身为人类最后的希望，拿起灾厄逆刃，义无反顾地前往深渊之下，对抗邪恶的军团。进入地城后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全部的敌人，但游戏里没有普攻的按钮，只要角色靠近敌人就会自动攻击，因此可以一边快速走位，一边搭配手中的远程武器，手起刀落斩杀敌人。在每个关卡的终点都有强大的 BOSS 等着玩家，建议先累积一定的血晶，兑换好武器再去挑战。就算失败也别难过，倒下之后还可以利用路上累积的资源，解锁更多的动作和招式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下次就能扳倒对手喽。小白球终于出头天啦！手机动作游戏 Golf Adventures 是以小白球作为主角本人，出发前往异世界的大冒险。在关卡中，我们要利用挥杆的方式来弹跳小白球，收集三颗星星，并安稳地抵达终点。放心，因为连球杆都没有了，自然没有再计算杆数。不过一路上障碍重重，不仅要想办法跳到不同平台上，当有敌人出现时，还要想办法跳到对方头上才能够顺利击杀。有些地形还会出现履带推着你走，请好好控制每次的跳跃，才能够顺利带领小白球闯出一片天喽。推出纵向战机射击手机游戏《闪电战机》的台湾团队，这一次也承袭了经典，结合 PVP 玩法推出新作《雷霆对决》。透过滑动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操作战机的走位，击毁眼前敌人。收集到的钻石则可以使用短时间增强伤害的技能，也能够呼叫僚机一起并肩作战。我们玩的每个关卡其实都是由其他玩家的配置而生成，所以在开打前可以先看一下该玩家的阵容配置，再来安排技能的使用时机。当然也需要透过卡片一步步升级自身战力，组织自己的最强舰队抵抗其他玩家的挑战。每艘舰艇各有不同的攻击模式以及适合摆放的位置，就看你想要怎么部署喽。波斯与魔法的益智游戏是一款相当特别的三消手机游戏，故事描述一位魔法猫少女去阻止其他魔法猫同伴做坏事，每一关都要消除一定数量的钥匙，来追捕猫猫盗贼团的老大洛克。在消除的同时，还要小心其他的魔法猫接近攻击，当然也能够主动攻击他们，或是消除盾牌获得防御。我们也能够适度的单格移动来进行闪躲或是追捕。每个关卡还有隐藏的魔法猫，只要完成隐藏条件，就能够获得他们的帮忙。这些魔法猫猫们有各种辅助功能，像是回血、控制防御关卡机制跟敌人的攻击等，非常多样化。目前游戏总共有60道关卡，非常丰富。喜欢挑战性的益智游戏就可以来试试看哦。